就位了，就位了，还有一分钟上课哦。来，后面的就位了。各位同学，今晚开始上课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今晚开始上课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好。看到大家，我真欢喜，因为大家拢是咱台湾民政府高考通过啦，安尼大家对唔对啊？因为大家了解吼，流氓政府啊，要去参加一个高考通过啊，无遐简单嘞。啊，伫遮有流氓政府高考及格，请举手者，好无？我是有人啦吼，唔是无啦，实在确实，流氓政府用的考试的制度啊，录取早期啊，拢是按照伊讲大中国啦，啊，三十几省啊。人口的比率啊，来落处啦，安尼大家真正你若要考入去，真正确实无简单。所以大家坐伫遮的人，大家拢是咱台湾啊，民政府啊的高。顶考试及格，大家应该有惊我啊无啊？咱拢是高听啊及格，所以要甲大家讲，咱的责任搁较重，安尼毋知大家知影无？起码，一个人拢爱带一队团队，八人以后要去甲流氓政府讲啊，因为咱向美国接政权，但是咱这个团队啊。要去领导留下来这些官僚，所以大家责任足大哩。啊，我大家有这个责任，你哪有这个权利？所以讲，家己来找。你所需要的，跳下卡去找来，赶紧叫伊来受训。好、哦、啊，你来设一个点，开始就来进行。啊，再去我。拄啊坐高铁啦，甲一个同心坐做伙，我足难得个。伊本身啊，
办公厅拢找好啊。即摆来问看卖，办公厅找好的举手一下，好无？咱秘书长讲举手爱安怎举？爱安怎举？爱安尼举嘛吼？好，谢谢，感谢您，哦，足甘心啦，因为咱有遐济大家来斗打拼的人，有心一定会成功嘛。所以大家足认真，啊，我足清楚，我毋是干那设办公厅尔。拄到爱较教话咧，啊，坐伫车中间，啊，拄啊，我去碰一个，啊，讲美女啦，啊，当提一个手机伫遐啦，我甲讲啊，咱甲讲台湾民政府计拍入去看卖，啊，确实又拍入去。这就是咱活咧创造啊，这个机会互伊了解。啊，那是咱要去吸引所有的啊，台湾本土啊，或是说啊，向新台湾新的这些啊人民。你拄到都爱甲伊讲，可以较了解咧。歹势吼，身体那是无讲真舒适啊吼。啊，今仔日吼。要跟大家探讨的，说不定你是啊来参加参议员、众议员的点招，哦，啊是，你有政治局的点招，这两的点招啦。拢有甲大家讲，啊，讲这个啊，无一定同款这个题目，但是啊，拢有讲到啊，公共政策，拢讲到公共政策。咱阿伯啊，咱进来的，然后进来的诶。议会，所以恁我爱了解。我今仔日较要强调的，就是讲每一个镇啊，拢卖同款啦。是安怎？每一个镇拢爱。卖同款，卖讲啊！这个所在到底要做啥？啊，做炸啊，做邯郸，迄个也咧炸邯郸，啊，这咧办宴会，啊，这也咧办宴会，有诶去，拢没有创意，干阿想要去 copy 人，都一个群咧办啥物，啊，咱甲 copy 啦，啊，咱。来照这个来做，我希望要给大家做群首的人，一定要自己去思考。我这群内底有什么天然资源，有什么特色，
甲别人无共款的。啊，有虾米特别，还是有虾米这个故事，这拢会使发展国军的特点。每一个军拢无共款活动，就是你这个军咧办活动，其他的军拢来斗相共，吼啊，拢会使办无共款的，安尼，和人民的感觉一定无共款。别使讲台北市啊咧办宴会，啊高雄市咧办宴会，台南市今年讲伊来办宴会，啊迄都无共款啊。这都爱去思考，大家爱去思考，吼、哦、啊这就是政策嘛，这就是政啊公共政策嘛。啊个过来讲。财政预算啊，财政预算，伫这个军啊内底的议会，政策啊做出来，啊，甲议会讲，咱起码，因为你要。施政啊，有诶，着爱听讲郡守来议会报告。啊，你要施政诶时，你着讲出来，讲你要办啥物，办啥物。啊，爱啊，这个预算啊，互大家顺利通过。哦，啊，这就是甲大家有啊足大诶关系，因为恁有。啊，财政权，我伫台南啊，就感受赖清德讲一句话，讲中央若无要补助啊，我要甲银行借钱。把这个饮水的代志解决，你若是人民，你听到心内会安怎？你若是咧饮水遐个人，大家若讲偌清德上好，含甲咱有关系，会讲遐偌丁偌清德做个啦，啊我。我讲好啦，好啦，这我予赖清德去挂名啦。中心林场西拉啊亚族的，迄、那个所在要拆，去拆美国旗，拆咱民政府的旗，要拆三公斤，台南地方法院喊停。暂缓，这种事实暂缓。啊，我往去爬山看看，哦，遐一支美国旗，哎，遐一支咱啊民政府的旗。啊，有当时啊，咱就街步往望望望去了，伊讲啊，这都赖清德市长去甲咱讲的啦。我心内吼，啊叫人来讲啊，这吼啊，买件来，去已经有了解这啊，应该恁遐唔着几个来受训一下，啊来了解搁较清楚。但是无呢，讲有当时啊吼，讲船过水无痕。这好，大家知影，这就是
我要互了解吼，这个情形。好啊，咱我搁复习一摆，咱重要的所在，爱搁互大家了解吼。咱啊，这是讲课大纲啦，公共政策啊，伊有啥物啊？迄、那个啥物形态吼、哦、类型啊，甲伊个结构啊，这足重要嘞。政策制定的过程，袂使像安怎胡闹，咱正常都是后冒先。啊，伊就唔啦，家己去甲去讨好人家啦。啊，所以咱来先胡冒，啊来赶紧恁，你王政府知影，伊的寿命吼、哦，寿命无长啦，所以赶紧讲咱来签一个要做啥，啊。胡冒嘞，这就是啥？啊，这咱看，伊这个政策啊，这个规定啊，真的是有问题。哦，啊，这唔在发生，起码遐严重的代志。过来，咱要过来讲啊，财政预算啊，因为。所以大家，你要做代志，你一定爱有啥？有钱嘛？啊，钱要有带来，你就爱去甲啊，你的议会去沟通，去安怎来编，再符合要求。哦，啊，过来就是啊，这个好，这个例子给大家参考啦，吼。啊，最后，当然，咱拢是啥？一切为百姓设想。你若不是为百姓设想，你要定的政策。啊，有按照这个规定无？那无照这个规定，一定有问题啊！好、哦、啊，你这个议会啊，要来审，你要来执行，啊，要来审这个，一定袂过啊！哦，啊，这和大家做参考吼、哦，咱今晚过来学习一下吼、哦，啊，这。较简单，咱阁讲者，上重要啦。公共政策啊，啊是要解决公共问题。啊，公共问题啊，所采啊，咱要解决这个方案啊，就是啥物啊，定一个方案啊来。啊，过来，咱要了解啦，公共事务是啥物啊？因为公共事务乃是解决人民的问题，啊，满足人民的需要，和社会啊，这个扶持啊，来创造社会啊安康。啊，过来保障国家的安全呢。上惊的是啥？上甲中国签这个服贸。上惊的是啥？那个，因拢人拢直直礼拜，直直礼拜，胡冒是人的问题呢。啊来礼拜，带人直直礼拜，健保阁跟咱同款，我你都死啊嘞！啊，都中国教育讲话讲13亿人啊。伊那一亿啊过来，
卖讲一亿啦吼，咱两千三百万啦，你那两千万来吼，啊，你都投票一个讲四年都有啥？都你帮政府的身份证，啊，你看，你帮政府咧惊，所以讲。乡下啊，胡帽厚帽提到后边，乡下人讲礼拜了，甲乌克兰要同款，互你礼拜，恁都无法度。啊，这样是足清楚的代志。好，这大家因为啊，这拢啊。大家了解吼，所以讲这个，你甲倒一个国家签，咱拢唔惊因来啊，较济来啊，无要紧啊。那啊，就这就是咱的国家的安全上的问题嘛。啊，咱今嘛来讲政策的，吼，这叫学历上啊，政策有分配性的政策啦。啊，分配啊，分配政策啊，咱一般叫做非啊零和政策。好、哦，非零和政策就是啥？就是讲机关啊，将这些成本甲义务啊啊，甲这个服务啊利益啊，分配给无同款的人来承担，或啊享有这个政策。那讲这就是啥？那讲讲啊，社会救济，秘书长有交代，咱大家以后拢是执行者，啊加管理者，一定爱考量到啥？是不是咱大家拢是叫做革命先行者？啊，革命先行者啦！你这个就是讲这个政策上啊，就是爱去定家的啦。好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啊，过来关键性的，什么叫做关键性的？啊、关键性的，咱就简单啊。有的人较大生意人，哪会要甲政府机关这些官员拌烂？是安怎？啊，好好康啊！较简单的例啦，讲石化政策就好。咱外国的石化政策是石油开放。让恁大家商人去进来，啊，这间加油站啊，伊打出来是讲一公升啊23块，这间加油站打出来一公斤啊一公升21块，啊，看你要去倒一间加，咱家干嘛呢？咱家唔是嘛？中国是啊，石油公司公布讲啊，当时要起价，刷落啊，另外台塑，伊也讲公，伊公布了后，拢对伫后壁咧起价啦，同款啦。伊那起价就起价，伊那落价就落价，安尼石化政策，这就是啥管制的政策啊，和财团去报啦。啊，过来讲一个啊问题，以前上高速公路。咁一定都爱交过路费，
因为我无过迄个收费站嘛。啊，即嘛毋是呢，爬起哩，都要甲你收钱啊呢。啊，这是毋是包赚呢？啊，这条高速公路拢起好啊，干那为着啥物？讲安尼收钱速度较慢啊，要好这人民啊，速度塞车速度较紧嘞，咱来用扫描的啦，车有只过扫描这里，啊，用这个设备，啊，好财团来报啦。这不是包赚的，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。啊，包赚的，政府家己唔来做，啊，就去有财团，是安怎？我咧想哦，伊咧用意伫代理在哦，因讲啊，阮都要老跑啊，啊来培养遮个。以前因过来吃的做啥？企业家，互因阁多吃饱啦。我的感觉是安尼啦。大家去思考安尼这个问题。啊，无包赚的讲，政府歹做。啊，迄投资也无讲偌济钱。啊，路都拢起好啊！安尼，啊，这就是安怎？这就那是一个管制的政策嘛。中分配啊，当然有诶讲叫做咱最近讲叫做富人税啦。哦，啊，咱话足感谢咱。啊，张总某，伊讲对啊，较好嘅人所得较济，立较济咧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要甲大家讲，这就是重新分配。啊，实际上啦，咱现在啦，若要讲税啊。甲外国来比较啦，咱足济个所在啊，我拢无税啦。讲一个较歹听的是讲，拢咧漏税啦。啊，所以唔叫遐济政治现金。我要选举啊！哦，遐啊，这有诶是讲咧，有诶讲咧，地度毋是地两度呢，讲地三度呢，地三度毋知大家知影这个意思哦。恁阿伯恁做进所诶时，你来去了解者哈。所以地三度，起码呐，今下讲咱有啊。成立一个啊，共和党，一个民主党，我、哦、啊，这两个拢要选，啊，两个拢甲对赌，啊，佫一个新出来，民心，我佫甲对较细赌，即讲叫做第三赌，培养未来。好、哦，这我和大家清楚吼、哦。啊，这个管制吼、哦，自我管制吼、哦，这都较迄个有诶工会有家己诶品质诶要求，好、哦、啊，家己定这个品质，家己来检查。我讲咱诶产品出去了后出问题，所以这个叫做啊，咱叫做非啊联合政策。哦，啊，这就是有个同业工会吼，家己检查要求伊个品质，
啊，咱结果方面吼，咱会知影，这应该咱会清楚啦。拢由啊上层指导下层，啊下层呐 啊不得违反上层。但是咱啊，跟阿讲地方的特色，上层唔知啊。你那会使建议，讲应该是安尼，阮这个所在有阮这个所在的特色，阮要发展啊，阮的特色啊，所以讲这个政策也可以反映上去啊，反映下层，反映上层。哦，啊，这就是从政策。计划加实施方案，拢爱做出来。即卖即个讲即个过程吼，啊，即个制定的规定啊，咱基本上拢是一切为百姓设想。啊，当时啊，即个政策啊。啊，制定者啦，那是爱有智慧加这个经验，啊，用现在的管理方法，现在管理方法足侪啦，大家会使去上网吼，啊，去抓，吼啊，因为从这个需求认定，啊，加建啊，预形成政策采纳、政策执行。政策评估啊，我甲画一个图啊，予大家去参考啦。因为这个图啊，就会了解政策啊，唔是讲一两个啊，讲讲的就好好啊，你知哦，都必须爱经。经过这个顺序啊，啊，再来做，好、哦、啊，这里就是为这个情形啊，啊，为这个啊需要的啊认定啊，个建啊，我们建议形成，你看，刚才需求的认定啊。都爱有几项，大家落去了解一下。资料分析，啊，样本调查，过来政策的模拟、因果分析、甲预测技术，这拢单项的一个管理方法。所以，这拢是管理方法啊，这拢是管理方法，哦。啊，所以大家快紧啊，有随身带来扩登去，豆豆啊去了解，啊慢慢啊去深入。咱即马啊时间上啦，拢啊我都控制啦较好些。咱即马特别讲啊财政啊这个预算。这个预算啊，上重要、上重要，就是讲，咱爱了解啊，这个期间的税入、税出，吼、哦、啊，用这个货币的数字来表达啦，好、哦，这叫做预算啦、啊，吼、哦，财政的预算，哦，啊，咱一定爱经过议会啊通过。哦，安尼只会使开哩，议会呐无通过，啊未使开哩，啊我未使乌白开呢，迄、那个做，迄、那个咱迄个做，大甲以前大甲镇南宫的董事长，严清标。伊迄那预算通过啊，交借费啊，啊交借费，伊甲提起啥？
摕去酒家，啊，伊若算交这费啊，这就是国民党抓到机会了，以后跟你辫子抓住，啊，以后都要听我的，啊，这就是何必何大家知影，所以讲预算啊，经过议会通过，你要执行的时，你都爱看情形，你爱按照诶议会通过诶这个项目去做支出。哦，啊，袂使用诶啊不正当诶情形啦。啊，这张就是咱迄个新加坡，因咧定这个预算啊，这就是啥？确定咱的目标是代，伊讲要这个做啥啊？受惠群体的家庭啊，因安尼个列出来，啊，好，大家人知啊。啊，这就是要好，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啦。我即马要甲大家讲，咱这个预算啊是。根据什么来编呢？拜托大家回去，咱会有做啥？《公民权利法案》，大家搁看卖者，拢根据这个《权利法案》来编的。吼，迄个一本比啦小于一的话，都不能排上去。吼，啊，因为今日。报告就到这，啊，耽误几分钟，啊，感谢大家，感谢。各位同心，下课休困十分钟。